Hello， 所有的教友你们好，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山体围山的一个水库，我们来简简单单的做个窝，来我们的发酵玉米搞里头，我们的自制窝料自己做的啊，自制窝料搞里头，然后我们的红铜颗粒搞里头，非常补脉搞里头，还有咱自制的中药酒米搞里头。这个水库鲤鱼也比较多，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湖库蘸酱饵料迷你搞里头。首先给它炒个菜，搅拌均匀，有句古话说得好，上场鱼上岸就得打重窝，别浪费了啊。然后加上我们的生之泉水，加上一点果酸，好倒个半瓶就可以。再加上我们的自制中药酒，倒个半瓶。这款窝料有颗粒，有粉状，煮锅自然水域，青草离比近，只要是淡水鱼都给它加上来。来搅拌均匀。哎呀这个盆有点小了，下一次必须要做搞个大盆。你们猜我打这么多窝会不会把鱼喂饱了，晚上还会有口吗？好，要想鱼上岸就这样干。来，每天打窝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有点累了，缓冲一下，现在特别的闷，冲两个小球。哇，即将我们的一大盆物料马上就结束。结束，奥利给！不要浪费啊，这个有可能这一点点都不能浪费，为啥呢？有可能就这一点物料，能让我搞一条百家大餐。